诺亏健康改变生命的轨迹，来京东搜索诺亏健康，节目周边福利等你来领。肠胃做做操，常喝胃动力。本节目由君瑶胃动力赞助播出。专业运动耳机就选韶音，本节目由韶音运动耳机指定赞助播出。长途跋涉走了半天，现在来到一片池塘，前方没有路，插了两根旗子，导演在对岸坏笑。分贝家族能否赢得豪华舞台在此一举？先试一下水深。还行，水还行，就是脚很难再抬起来。摸一把，哥，先摸一把，看能摸出什么来。可他们进行的好像并不顺利。有，难道是 BOSS 音乐家从中作梗？还差多少啊？就差5个有效的了。但是最后的是最难的，所以陆思恒你要加油。对，他们最终能否检举成功？请真正的 BOSS 音乐家起立。分贝家族能否全员登台？大王叫我来巡查，突然有点感觉了，有那味儿了。Let's go！ 大王叫我来巡查，出生的太阳。哎，中小学生第八套广播体操。大王叫我来巡查。列队，列队，嗰边啊，听到。5, 6, 7, 8, OK。你们在呜呼什么？我们走那么辛苦的长途跋涉，走了半天，现在来到一片池塘，前方没有路，插了两根旗子，导演在对岸坏笑。哇，里面有鱼，有鱼，有鱼。泥鳅有没有可能是？是要捕鱼吗？不是吧？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第二阶段舞台争夺分贝的最后一个游戏了，弹底儿捞捞捞，弹底弹底捞，我还是第一回。就捞捞的是啥呀？上25公格乐器板，乐器板，会不会远哥在里面了？远哥在里面吗？在里面憋气儿呢。你看那个泡泡可能。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说。哎呀，小灯上面那个。哎呦，哎呦。弹底儿捞捞啊，就捞，底下都是这些东西啊。请导演解释一下，弹底儿捞捞捞规则：分贝家族成员依次进入泥潭，每人打捞5张乐器卡片，根据记忆排列25公格乐器板，25个乐器全部对应成功即可获得20个分贝，若失败，则每连成5个直线获得1分贝。好，请各位嘉宾现在仔细观察25公格乐器板，每人记几个自己能记住的，每人记一排吧。我记最后一排，我记第四排，好吧？你记最后一排，那我记第二排。多聪明，弟弟们直接就开始记一排了，咱们就按照记一排来吧，好不好？我记第二排，我记最后一排吧。那我记第一排吧，第一横排。我记第二排，提琴 ，guitar。我记第二排，我记第二排。我刚刚先说的，我记第二排。我记第二排。我就选他，我要他。不明吗？我要他。我要你。我记第二排，你记第三排。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谁？有谁知道？这个可能是那种木鱼。啊不不不，对啊，双节棍儿。我有个问题，里面真的会有一架钢琴吗？这个弹泥潭里面，那经费确实有点贵了，一架钢琴。感觉像是个无底洞啊。我们节目不太像这么富有的节目。好了，那我们差不多了，那我第一排，好吧？那哥哥就是，哥你先开头啊，开个头吧。加油，哥。先试一下水深。还行。水深还行，就是脚很难再抬起来。这里面真的有那些。弯腰有问题吧？我脚抬不起来。哇，这个应该不会太深的，怎么都看不到，把它全塞在泥潭里吧？这里却确定有吗？有，我们刚撒的。你们刚撒的？我有个不好的预感。巴拉邦，巴拉邦，巴拉邦，有，有，巴拉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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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一把，哥，先摸一把，看能摸出什么来。有，有，我的，哥没找到啊？不是，完全看不出啊！哎哎，
哇，这个应该就是了吧？第一个，应该就是了吧。第一个，好，第一个是什么？等一下，我看看啊，这个应该不是我的，我看一下哥。我把这个好像是什么？这个是我的，是我的。把这个放在一个节目的醒柱的位置。哎，这样好的，不犯规吧？不犯规。哇，这个好难啊，真的。我非要拿你们的，我就不拿我自己的。主要是你脚，没办法动了，被粘住了。你们能看得到吗？这，你们扔在哪里啊？哥，我有个想法。嗯，你看它这有三个摄像头，摄像头前面绝对有。不然我摆那个干啥了？你是个聪明的人，对吧？耶、yeah. ！我来找一找。你终于就是说，但它是个大广角，可是可以拍到所有的角度。我棒吗？让。哇，你竟然沉默了，兄弟。是不是你说错了？是不是？哇，那边应该都有啊。果然啊，你看，在你这小鱼，你如鱼得水了呀，你看真是。哎，抓鱼。其实我觉得我第一个可以帮你们做很多的工作，这个应该不是我的，我确定。那个也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是我的。怎么都是你的？没关系，谢谢。醒哥就是我的偶像。我要是你的偶像，我还在泥潭里摸索什么？我认为我到了38，应该是一个天王。然后呢？没想到再是一个鱼塘。你是天王，你现在是鱼塘里的天王。鱼塘里的天王，鱼王，真的。我像只鱼，在你的河。你们是不是本来想放这种黄鳝吓一下我们？没想到我们一个都不怕，是吧？有人怕。谁怕、啊？谁怕？没有人怕呀、啊。谁怕啊？可以抓起来现吃啊。怎么可能怕？我自己。广东人，我跟你说。对啊。没见过广东人啊。这有三个广东长大的。对啊。你怕不怕？哎，我又抓到了一只了。对啊，我用脚都可以抓一只上来。你们这种小心思啊，一看就看出来了啊。哎呀，你们有抓泥鳅的功夫，找找乐器呗。这有一个。对吧？啊！我能收这个有用的吗？我的。还有一个啊！我终于摸到一个我的了！好了，好，换我，一。感觉明明中间这块很多，刚才。四。五。哎，太不容易了，怎么就下去了？我们三个石头剪刀布，为什么现在就你下去了？来，我们三个石头剪刀布，十，你不来，你最后一个下。我没那么着急。OK， 你着急啊？我着急。剪刀石头布，不要误伤我啊！剪刀石头布，快上去，我要开始找了。哇！不要掀起波澜，掀起波澜呐！哦，他下去就先摸到一个了，他已经在那找到了。下去之前，四海哥一定觉得看起来我们在那边好像很荣耀，自己下去就知道了。等一下，来劈叉，劈叉准备。可以让他们下来帮我吗？一点。帅哥已经行进不了，无法动弹，越陷越深，满身泥泞，步履艰难。哇，还可以做出 breaking 的动作，帅哥真的是可以。他 breaking 了自己一脸的泥。我这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你俩拿。一模一样的吗？是吗？嗯。哇！央哥扭起来，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个黑色，一个红色，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说什么呢？你的左手的是有用的，是我的。右手的你甩出去。你不能先给我。对，没用的放这堆。你看导演的眼睛，就希望我们手跟手接上。嗯，我们不接，我们不犯规。小心思。哎呦，哎。这很明显里面放不下一个光盘。你看看，你看，
葫芦丝。我的，我的。哇，可以啊，你这速度。跟你们说了，葫芦丝。大家现在怒气只是，滋滋滋，都已经靠喊。葫芦丝。等一下要再摸一个葫芦丝上来，就真的确实。别把这个鱼塘喝了啦。这个喝下去人都没。葫芦，琵琶我的，你的，有用有用有用，三个，你全找出来行不行啊？求你了，求你了，中间就在中间，黑色的，好像是我的，你确定？中间有一点白，那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哎哎哎，葫芦丝。不是不是，谁呢？没有，没听过。像一排烤肉啊！你这样，你去边上，然后站这个姿势，然后一直把水刨刨刨刨空吧，要不？不必啊啊！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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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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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人，没有说不能把这个水弄光吧？我帮你刨一刨吧。刨一刨，说不定有点东西啊。哇，这个好深啊，埋的！啊，我的大提琴。那你看看，你看看，这就缘分吧。五个，三个，两个，葫芦丝，四个，我来吧。Let's go。我觉得有一些肯定被埋了。被我们踩下去了，对，肯定有，就是越到后面越是体力活，这里肯定前面有过啊，这里好多鱼兄啊，谁怕？没有人怕，怎么可能怕？我用脚都可以插一直上来。哎啊，好多鱼啊，鱼有点多，不行不行，来来来，那有一个，那旁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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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个，左边，哦，摸到一个，杰哥，是你的吧？这、那个，这有音效吧？我的我的，琵琶。哎呦，哎呦，二，哎呦，还好这衣服不是我自己的。哎，摸到了。哎，又摸到一个，你看吧，我这中间很多。哎，找到了，钢琴，钢琴，我的。哎，有了，哎，顺手就摸到一个。哎，找到一把电吉，我的，我的，我的。你太牛了，宇哥，你就是我的偶像。谢谢，有你这句话，我一下子力量就来了。你找到五个有用的就上来了，别找了。我就摸过去了。给他，给他，让他找一会儿。哎呀，我确认一下。怎么了？你放弃了？再努力努力呗。我就只能拿五个。对的。来，我先确定一下，这个，一个，好，两个，三个，电吉他，四个，五个，太牛了，太牛了，欢迎回来，耶，太牛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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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都让下去了，一小时十块钱啊，保证干净又整洁，来下去吧，一小时十块钱，保证干净又整洁啊。超人另辟蹊径啊，把旗子拔起来了，然后还是没找到什么，也是照样一贯的先例。让让开始从角落开始，角落开始。你别说，这是我们刚才所有人忽略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都在这个中间的部位找。哎，让让是开始从这个角落寻找。对，让让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啊？感觉让让正在考虑 breaking。你不能这样，你得顺，你得这样摸，你这样，你顺着，开始，你顺着一条道过去，你不能再，你得顺着，你这样顺着一条道。我就是在来回摸，我这样的话就没有漏网之蝶。哎，漂亮，不是我的，看起来这个乐器我都不认识，是啥？没看清楚。让让很努力，但是确实因为现在这个食堂呢已经乱七八糟了啊，而且呢估计有一些
乐器已经深埋在泥土之下了。当然靠你了，亮亮，你要坚持下去。这个游戏证明了什么？证明你为舞台可以付出什么，对吧？我付出了太多太多了。心疼我家让让，让让心疼了。哎呦，哎，这个没有吗？还差一点就到边上了，把边上也找一找吧。可能这边是我们最后的区域了，最后的希望。哎呀，没关系，你已经很不错了。摸到一个，又找到一个。哇，太棒了，赵让！又找到一个。好了，让换一换。哇，你太牛了吧，赵让！你是我的偶像。让上，来。辛苦。我们是找到了，但是这个 boss 能不能找到我就不知道了。他有可能摸到，然后埋得更深了。怎么往里面再更深呢？往里面按一会儿。哦，这条鱼有点厚，有点肥哦。我们现在多少分了？一二三四。如果把这个拿到的话，也算是一个了。一二三四，就五个了嘛。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一个、两个分贝、三个分贝、四个分贝，已经四个分贝了嘛。再拿到这个就五个，再拿到这个六个。对的。再拿这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一、十二个。啊，就是得找。还差多少啊？就差两五个有效的了。但是最后的是最难的，所以陆思恒你要加油。对，我们今天特意把这个艰难的任务交给你，就看你是不是 boss 了。如果他今天没找到这五个的话，他绝对就是那个 boss。你在哪里？我想找你，找啊找，找到你，找不到你。这样吧，我觉得我们先去吃个午饭。可以。陆思恒，你先忙一会儿啊，回来看你啊，下午回来看你啊。我们有没有好好舞台全压你身上了哈？走了。你是偶像啊，陆思恒。没事啊，我今天早饭吃挺多的。走，我们那个先去彩排了。我们先去彩排。如果你来不及的话，我们四个就先把那个舞台用了，好吧？你下期再用别的舞台啊。行。爱你哦。没关系。走了。没事。我们好团结。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我。谁是人人？这里面真的没有有用的了吗？陆思恒加油！陆思恒，你是我的偶像，你太牛了，宇哥，你就是我的偶像。赵让，你是我的偶像，宇哥就是我的偶像。你们都出话了。思恒，如果你真的太累的话，我们也可以为你放弃豪华舞台。哇，压力直接给到你。哎呀，这是我们对你的一番情谊，但你爱不爱我们，就是看你的表现了。我感觉他要哭了，他是在笑还是哭？我有点分不太清楚了，在哭。没关系，兄弟，算了，豪华舞台我们不要了。真的，我一下不敢接你的话。我们可以放弃豪华，我们可以为了你放弃，我们也可以放弃你，但我也可以放弃你。你得往深了摸，真的，我刚刚好几个都是往深的摸。你看没看到我挖的都是什么？石头。对啊，其实这样，你不用拿五个，你找到一个，找到一个的话，我们就可以多一个分贝。对，你现在去找多一个，就是多一个分贝，真的。哎，我找到一个了。你终于找到一个了。你就是我的偶像，陆思恒。要舞台更要兄弟，我们不要放弃陆思恒。对，掌声鼓励一下陆思恒，好不好？陆思恒，你就是我的偶像。可以了。陆思恒，别找了，我真不忍心了，你别再找了。你再这样，我眼泪已经在眼泪。你就别再找了，你打。你再这样，我真的嚎啕大哭了。来吧，上来吧，真的。这个真的是好难找啊。Welcome back。今天是在这里啊。好。首先，我们第二横行一个分贝，第三横行一个分贝。然后呢？竖排第二竖行一个分贝，第三竖行一个分贝，四个分贝。苏醒老师的第一排第三个不对，完了，没关系，那我们就要少一个分贝嘛，其实我觉得这样，再好的舞台呢，都是以人为本的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尽力付出了，那不是说每次都非要最豪华的舞台。对，上了台一样，我们尽力唱了。那个效果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还期待着下一次更好的表现。Yes. 这个游戏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拼，好吧？ Yes. 我们拥有什么舞台也是我们应得的，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自己。哎，这是今晚帅气。我们派一位代表来领取刚刚你们获得的三个分贝。道具，走起，道具。不遇到道具了，跟你说，来活了，道具来活了。
拿到三个分贝。第二阶段通过各位的努力一共得到了34个分贝，匹配的舞台为中等舞台，恭喜各位。接下来请分贝家族根据本阶段的观察，将自己心中的 BOSS 音乐家写在投票纸上，请各位慎重投票。就上台前还得互相揭发一下。在左上角写下你们自己的角色名字，在正中间写下你认为的 BOSS 音乐家的名字。如果我们投错了会怎么办？如果我们最终没有选择出正确的 BOSS 音乐家，那其他四位就会成为观众， BOSS 音乐家独享舞台。怎么能？我已经写完了。你写错名字了。我不，第二个字太多了。钻啊，就是那个陆钻鹏的钻字怎么写啊？一个帖子，一个簪子，写那么明显吗？你直接把陆战峰，谁呀？啊？谁呀？都避讳一下吧。各位嘉宾，是否检举 BOSS 音乐家成功？今夜的舞台究竟是 BOSS 音乐家独享，还是由我们的其他四位音乐家享受呢？接下来揭晓谜底。在各位音乐家投出的最终 BOSS 音乐家的人选，他的票数是2票，他就是最终 BOSS 音乐家的人选，他就是陆思恒、陆钻峰。恭喜 BOSS 投对了吗？我们在我数到321之后，请真正的 BOSS 音乐家起立。3、2、1，起立 ，BOSS 音乐家。啊，你起来干嘛？真正的 BOSS 音乐家。对啊，我。你又扮大哥，你坐下吧你。真的是我。赶紧吧。不是我吗？我是啊，五个 BOSS 绝对是，要五个，你们搞这套。同时要提醒你，你就是本场的 BOSS 音乐家。你们为什么玩这套？好，其实我们是希望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够享受舞台，每个音乐家都是 BOSS 音乐家。第二阶段，我们正式宣布，没有人成为观众，都有演出的机会。谁没完成啊？我想好奇。我从拿到任务一开始就白烂了。我那个任务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完成了。是什么？我的任务是让你们签名啊，让你在我的纸上签名。各自把你觉得是的人名字写在纸上，我这边准备了纸。怎么还有纸笔啊？你提早已经准备好了吗？这不会是你的支线任务吧？根本没那个环节，我自己说的。我的是让别人弹5次我的琴，你一直在弹。他那个那么简单，他这个我这个完全是一个天差地别。你没有啊？就只有他一个人帮我全完成了。我都不知道我到底算完成了还算没完成。你是什么？你先说嘛。因为我是让别人说你好棒或者你好帅都完成。其实我一开始醒哥直接，我刚接到任务，我一坐下，醒哥说哇你这个好帅，我说你这个脸就真的就是应该长在古代啊，你真的很古装啊。因为他是讲完之后我必须要对镜头举一个 OK 才算完成任务，所以我很犹豫。然后今天他夸我的时候呢，我就其实那是发自内心的说 OK OK。 你太牛了宇哥，你就是我的偶像，谢谢。其实我应该是最积极的那个哈，真的，我一直是最积极的那个，只是他这个太难了。我觉得大王叫我来巡山，就一直这样，然后有人跟着我唱我就完成了。那有人跟你唱了呀？你们昨天不是游戏都跟着我一起唱了一遍？对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叫我来巡山。我的是让我拿走你们所有人最重要的东西，我没有拿走你们最重要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还是把舞台给大家吧。对你们来说，舞台最重要吗？那就要把舞台还给大家。是的，是的。分贝家族为了完成隐藏任务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也深受感动。比如说小鹿，他是最卖力的飙高音完成任务；比如说于更莹，他是最投入的和潮奶辣妈组合互动；
比如说我们的让让，他最沉浸在自己的音乐加人物当中，始终他的道具没有离手。比如说斯外格，他用最聪明的方式假借节目组的规则完成任务。再比如说我们的苏醒苏大哥，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演出机会，要为弟弟们保住舞台。其实还是挺感谢导演组的，因为看似我们都是在一个竞争的机制下去争取分配，但是实际上呢又促进了我们的团结，没有真正说让我们 互相对抗的、嗯、啊，都是去共同完成一些任务，在过程中呢我们也收获了很好的默契和友情。是的啊，希望这个节目录完之后我们各奔哎不是我们越来越好啊常常联系对对 对, 对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单独拿到了豪华的舞台，我们是集体拿到了一个看似中等但其实由于大家的存在反而变得更豪华的舞台的，好不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好，最后要告诉各位，在今天晚上你们的舞台上还会有另一位拥有梦想的音乐家出现哦。我们可以期待和难道是张远吗？期待一下。他没有跟大姐跳，我没有去泥塘里抓鱼，他凭什么拥有舞台？我们不同意。有意思吗？虽然本阶段我们获得了中等舞台，但所有人都拥有了享受舞台的机会。节目组为了感谢大家本阶段的努力和精彩表现，在这里为我们的分贝家族准备了一份礼物。接下来道具老师请把它交给分贝大哥手中。大哥，时尚杂志为分贝家族拍摄时尚大片并且登上杂志封面。耶、yeah! 哈哈哈，别给节目组点个赞啊，之前兑现我们了这个承诺，就是说给咱们拍一个时尚大片、yeah. 果不其然找到了专业的团队给我们拍照、yeah. 这很有专业了，你看看还要挡脚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拍吧。对，先正面，先正面来一张，来咱们就各种摆啊，然后对，互相看，就是他把那个最好看的脸眺望远方呗，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可以了，有了，好嘞，出来，出来，出来，把椅子给我搬过来一下，快，拍个全身啊，全身啊，哎，对，就这感觉，哎，好腿一点那种感觉，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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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师帮您带一下麦，我来准备彩排速跳。就是这个位置是吧？我在背词儿呢，这歌词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我们坐草垛子上。动，哎，啊！是这位置吧？对，然后整个我们这一次的舞台是这样啊，就是您站在中间这个位置，然后你可以随意走动。好，我们没有固定的终点。漂亮。习惯性屏蔽扰乱思绪似的声音，当我遇见你就厌倦了安静。老师伴奏声再大一点，在耳机里的伴奏声大点啊，就我听是没有这边的反是吧，只是往外反是不是？只有外扩没有地反。我就听这个吧。一生中每个风景，倘若记忆清晰，总有个故事关于你，简单却不可思议。行，可以，就这样吧。好，我们接着彩排，下一个彩排
于庚寅的闪亮星光。然后我们这一次的特点就是我们没有标准的中心点 ，OK， 然后你从哪开始都可以。然后老师，你帮我在那里录，对我听一下那个声场。老师，您小心脚下。我觉得用白色的很干净的凳子上，就不用太舞台设计了。渴望的需要，那一抹温暖的光，曾印在你额头的脸上，融化冰雪锋芒，拨开了迷雾飞扬。就是外面声场还是得加点混响，不然的话太干了，这个声音出来啊。好，可以吧？可以。test 卢思恒歌曲的伴奏，准备，音乐进。穿越了荆棘，路过繁华，我还是当初的我，对吗？别让自己被世故牵挂，朝着梦想追吧。屏蔽这世界太多复杂，换本话别管它。我好怕崴脚啊，不会成为姜文哥。喂，喂喂，我没声音，我没声音，喂，喂喂喂。要放大音乐，声调分裂，音符敏感又触觉，感官世界，来到玄武的世界，看向有境界，一瞬间就让热血不是幻觉，要一点直觉，不能拒绝，面对挑战再更迭，都会识别。不知短暂一刻，星空下的烟火，擦透流星也划过，依然那么炙热。擦透流星也划过，依然那么划过划过。不坐了吧？啊？不坐了吧？我觉得你坐的行，有点不好起来。在哪儿站？在那个圈的中间。对，你看你是想坐着还是站着？嘿嘿嘿，好。跌跌撞撞闯入了北方，想看一眼最美的极光。他也不是喜欢流浪，只是心不住安放。对 ，OK 的。好，来，所有艺人彩排结束。本节目由诺辉健康首席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君瑶胃动力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韶音运动耳机指定赞助播出。张远，粉北家族张远回归，有兄弟在就是最豪华的舞台。一生中每个风景的记忆清晰，总有个故事关于你。仿佛星星触手可及。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圈子这个行业里，还有很多的宝藏歌手，对他们更值得这样的舞台。你们的分贝值得被更多的人去听到。上微博参与分贝再出逃话题讨论，聊聊你的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灯光汇成流淌的星河，音符伴着最美的月色，此刻我们听听歌，聊聊梦。公益分贝持续发生，分贝再出逃在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的公益支持下，不断推进职工公益宣传，注入更多年轻的公益力量。时光不负奋斗者，关注公益，关爱奋斗中的你。